各位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宾士的公关 Rex。那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在这边为大家介绍全新上市的 AMG GT 四门跑车。全新 AMG GT 四门跑车是 Mercedes AMG G SLS AMG 以及 AMG GT 双门跑车之后呢，第三款由 Mercedes AMG 独立开发的一个车型。那 AMG GT 四门跑车呢，它融合了一个 GT 双门跑车的一个赛道基因，以及结合了兼顾了日常实用性的一个机能。在外观的部分呢，它承袭了 GT 双门跑车一个长车头以及斜背曲线的一个外观设计，那并且在车侧腰线也使用了一个宽体的一个设计，那让整个视觉张力更加强烈。内装部分呢，结合了 12.3 寸的数位仪表板以及 V8 造型的一个中控台设定，中控台上面呢，我们也使用了最新的一个液晶图像式的一个操控按键，让驾驶者可以更轻易的操控车上所有的功能。那这次我们也导入了 AMG 专属的一个方向盘控制按钮，那驾驶者可以在双手不用离开方向盘的情况之下呢，非常容易的简单的就可以调整，包含像 ESP， 像是悬吊以及变速箱，甚至切换这个 AMG Dynamic Select 的一个模式，可以在双手不离开方向盘的情况下更轻易的更就手的去控制这些模式。在后座部分呢，消费者还可以自由的选择要选择两座或者是三座的设定，那更符合日常的一个使用机能。那再来在动力的部分，这个 AMG 的 V8 引擎呢，这一次在全新的 GT 四门跑车之上呢，达到了一个性能的巅峰。这颗 V8 引擎在 GT63S 车型之上呢，最大马力达到639匹，900牛顿米的一个强劲输出，0-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2秒就可以完成。那在极速的部分呢，更可以达到315公里。在操控科技部分呢，由于这是全新 AMG GT 四门跑车，搭载包含 4MATIC Plus， 像是我们的 Ride Control， 还有我们的 AMG Dynamics。等等科技，所以造就我们全新 GT 四门跑车拥有更深不可测的一个操控性能。那甚至在 V8 的引擎车型上面呢，甚至更搭载了包含像是Race Start， 还有我们的后轴转向，以及我们的AMG 动态引擎角等等的操控科技，那更加的强化我们整体的一个操控表现。那最后在安全科技的部分，由于这次全新 GT 四门跑车可以更加兼顾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车用科技的部分呢，安全科技部分也搭载了与 S Class 同等级的一个智慧安全驾驶辅助23P， 以最高等级的一个安全防护规格来保护车上的乘客以及驾驶者。那也欢迎各位对于全新 GT 四门跑车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至我们全台的展示中心以及 AMG Performance Center 莅临赏车。谢谢各位。